认识一个新的方式，一个陌生的名字，最后孤独只有自己最真实。当我又走在那条熟悉的街道，总会有人在对我笑，原来是另一个我在嘲笑。好了，不唱了。李娘娘吃饭没有？娘娘还没有吃饭，娘娘好饿，等下就吃。我等一下要吃，我还不是很饿。我中午吃了，我中午吃的，吃的好吃的。不过四八哥，你这句话说对了，我承认我真的是有一个。